因为我是老威，这个礼拜到货老威挑这两个，我觉得这两个还不错啦，尤其是这个游戏王的这个千年积木吧，我是觉得做的质感其实还蛮好的。你不讲说它是精品，讲它是精品，你还会觉得说哇，好像真的可以积木。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办法拆成像真的像积木一样，可以一片一片组合啦。然后组合完以后，就有第二个人格跑出来了。好啦，好，有点中二。好啦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就是。但因为这一款千年积木好，老魏去露天搜好像有蛮多版本的，那蛮多版本都很贵，基本上都是破千的，还有个七八千，我是不知道它是用纯金打造的吗？反正这一款我是觉得日本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版本啦，好像400多块钱就有了一个千年积木，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摆在家里，我觉得还蛮适合，你帮他打个灯，感觉还蛮不错，蛮帅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快速讲完了千年积木，我相信大家的重点应该都是放在这个 EX 女武神上面啊。那这一款我原本以为说它是改色，就是你知道红色改成白色，但是后来看看发现好像不太一样。首先它翅膀不太一样，接下来它头上的是那个头上这个装的东西不太一样。然后当然合体最后也是最后也是可以变形一只白色龙啊，所以当然因为卡通好像没有再出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都停了吧。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款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因为看到很多 YouTube 都已经开箱了，那今天老威就来开一下板件看看吧。那可以看到它，我原本是觉得说看到一般的颜色啊，我以为说它应该是白色，结果没想到看了老威就直接打开。没想到看 YouTube 就是开箱以后啊，发现原来它不是白色，它是比较像是那种珍珠白的那种白色。我是说它板件啊，它的翅膀还是就是白色的部分，它的翅膀就是完全都白色。那黄色就不用提了，你可能要自己上个色，因为这个蛮接近大变金的。好，那它本体的部分的话，其实还蛮多都是这种比较像是珍珠白的颜色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所以当然它其实蛮多都是跟之前那个 红色 EX 女武神是一样的版件啦，但是我是觉得说还蛮不错，因为它毕竟价位不用很贵嘛，300多块钱买一个 SDBB， 我是觉得还算蛮超值的啦。加上它好像是不是未来可以合体呢，就是有一些装备可以合体，我是觉得好像蛮值得期待的。那最后看一下说明书吧，今天讲比较快一点点，因为今天东西都比较小。好，那可以看，我觉得它其实组装方式其实跟女武神是非常的像啊，但是就颜色不一样，我觉得这次颜色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然后当然它也一样可以装个雪崩的装备啦，只是雪崩装备是红色，你可能自己如果你不介意白色的本体加上红色的装备其实是可以啦，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把它喷成白的吧。好，白色的雪崩正义女神 F 吗？好，好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